倒了，哎，上来一个，上来一个人，倒了，我操，吓死我了，这个人，红楼的那个 VCS 倒了，我的以为是你在开枪呢，好像大巴车，大巴车，来人跟我来人，没人给你，我去哪？打枪脚，好了，他肯定上二楼，去二楼堵他，他刚开始在。 我没打他，把那旁边去，打了，两把，反正狙你俩。啊，哎，他没捡，他掉线了。他捡工的时候掉线了，铁子，他二级头。我操，那人！不说我还不知道。捡工人掉线，我操，这人太秀了，铁子。对，二层楼刚我看的是你。又一个，发现了一个。 哦，好像是。这你都能记得住啊！我下有一个，刚才放一楼，倒了，一楼。 过道可能。我操！他还打了我一枪。尽量啊，没事。他给我打头了。正好这位置只能打个头呗。快点，一面坡，一面坡。 我知道，包点啊！树左边，树左，不能让小鬼。树上了，来了。 兄弟，对着天开枪，铁子。他对着天开枪，铁子。右下角脚步，好像小北。好吗？二楼有个，二楼有个，二楼有个。抓到，抓到个。我这儿有个。对。大楼大厅，我给他炸了。楼顶有一个。 兄弟死了吗？快来帮帮！还剩两个了，就小。不是这个，还有在下面，在上面。下面。跟我，小鬼。我操！这都敢说。我不知道。被迫上自己号呀，雷哥似的。